睇片之前记得订阅我哋 HKG 部 YouTube 频道，揿埋旁边嘅小钟仔，每次我哋有新影片，你就会即刻收到啦。今日之点，一齐支持另类国安守护神戴耀廷。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，寻日因为违反选举条例，又被判监禁10个月。见到戴耀廷再坐一会，大家开心得嚟，又唔多 happy。因为好多人唔理呢单究竟系咩案，就系觉得戴耀廷判得少。但有閒人就刻意錯重點，反其道而行，大讚大生維護國安，居功至偉，無出其右咁話。呢位仁兄又妙評，話覺得大生考叻叻。佢分析話：試問有邊一個有心又有力，兼實際上又做得到，將大堆泛民、黑暴、老中青三代嘅骨幹分子一次性咁樣送入監獄？佢仲好認真咁表揚大生。实际上对迅速平定黑暴，令黑暴的架构短时间崩溃，起到很大的作用。角度认真刁转，又有网民开香槟庆祝，说戴耀廷他都有今日。这位网民大吐苦水，说自己因为黑暴到现在都还未跟家人修复关系，他很衰地希望戴耀廷坐到牢，一句就讲了很多黄色政治受害者的心声。戴耀廷搞到香港鸡毛鸭血，但又搞到黄黑阵营冚唪唥都入贼，神又是你，鬼又是你。这个另类的国安守护神，简称卧底，正一坨衰家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留言赞好，分享出去，支持和订阅 HKG 部频道，按这个小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。